有狗狗，叫 mini， 可是它很大只，是混种的，3岁吧。嗯，对啊，在我们家。以前我很怕狗，可是因为我们家养了狗，然后就喜欢狗，就觉得它们长得嘴巴，每次你就是经过旁边，它们高度不都到小腿这边吗？然后总觉得骑脚踏车或走路过去，它们嘴巴那边就感觉它们蓄势待发咬人呐、啊。我觉得，对，可是养完狗之后就不会，看到狗就它们汪汪说你干嘛，就是还会凶回去，因为懂了，懂狗的习性了。但不要对他对望，他会越叫越凶。对望没有用，就是汪汪汪汪汪汪汪没有用。用汪，以前会被狗追。以前啦，可是现在不会，现在就是感觉要让他觉得你是主人啊。对啊。